我今天已经上了一天的班，已经下班了，4点多钟下班，已经在那里崩溃了半天了，真的那种感染，比那个电视那里报道的可怕多了，蛮多，他们医生出来的估计大概有10万人，我们今天那里10几个医生，一天都看了100多个。蛮多都已经不行了，没得位置住，然后家属在那里闹，说政府的，不是说到你们那里治吗？但是政府让我们开始治，根本什么物资都没有，他们想搬住院都搬不了，我觉得后续完全不行，我们在那上一天班，整个人的心里都快崩溃。